那俺欠着这样，欠你个毛鬼！不欠的，这个有的欠的吗？不垃圾的，大哥，别的飞了。是可以啊，就那么准时，发工资你干嘛不准时？哎，那么啰嗦是因为打死你。你的，哎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是啊，你是龙的还是杀的啊？没看到吗？我没龙也没杀。保护费？保护费呀、啊？一天200块，这么贵呀、啊？什么贵不贵？我们说多少就多少。保护什么？保护你在这里啊，安全，在这里卖，没有人干扰你。那我不要你保护。不要保护不行了吧？你新来的不知道哦，他每个月都来收，每天都来收。这样啊？是啊，不然的话，来来来，他会打人。这样、啊，拉你的哥。好，这位置啊。嗯，好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人人平等。再说了，我们赚钱也不容易，这些都是血汗钱。人家个个的自动交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就不用交吗？你们凭什么啊？双手好闲的，不用干活就有那么多钱啊？你怎么可以打人啊？啊！你赶紧叫！你们在这里就是欺压百姓。我们在这里都受几十年了，啊！凭什么给钱给你啊？你们就是啊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干活就有钱收？你行啊？你不用保护是吧？你不用保护，你现在就有危险。哎呀，这么嚣张的啊？谁给你们这个胆量啊？你管谁给啊？我给的。哎呦，这是我大哥。你大哥啊？你大哥？哎呦，是二爸来的。知道就好了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竟有如此的嚣张，如此的狂妄。我就问你，交还是不交？我不交。我限你3秒钟立刻离开。三秒离开。还要打我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本事的话你就不要当女人。我跟你啰嗦那么多啊，私下呢看你叫不叫啊，都要连摊连人一起砸。私下的话你们两个马上从这里消失，要不然的话栽赃到我手里的话，我亲自送你们去派出所，让你们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大哥，这个八婆怎么这么嚣张？消失的人还没有生出来，送我们去派出所有可能吗？对，你掂量掂量，你有几斤几两？你瞧不起谁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我一出招啊，哈，10个男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哎呦，你们就敲！兄弟，谁敢打外卖那么多？还笑什么笑？先教训你再打，要不然打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我手痒了。哎，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哎呀，啊，你就这个小胳膊小腿的，这么大的口气啊，谁给你的自信？等一下我就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行，大哥，那我就拿他来杀鸡儆猴。好，必须的。怕你个毛线，我们在这一块啊，出来没八个嘴，我看你个啊死八婆啊，死到临头了还口出狂言。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人知道，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也会收拾你们两个人。放心大哥，像他的这种货色啊，不在话下。嘿，怕怕不怕？服不服？窝囊废一个。果然有几个三甲猫功夫。怎么你还没睡醒啊？没事啊，跟他练练手而已。开点寒，开点消失啦。再见。呀呀呀！哎呦呦，奶奶的呀！还来吗？还来吗？大哥，怎么办啊？这么厉害！哇，香啊！难道你？我腰痛了。有什么用啊？我腰开一点的。有本事出来打架啊！没本事出去干活，你像什么男人？你连个屁都不是！还有我大哥在，你不要当小人。大哥叫他来出招啊！一个光头佬而已啦，你以为我害怕？我看他是不敢出来动手的。你这个窝囊废，你快臭婆娘啊！你不要口出狂言啊！还臭婆娘，你放干净点那个嘴巴。我的嘴巴干净得很。你是今天没刷牙还是放了屎？你嘴巴这么臭啊！我的嘴巴臭啊！啊，你闻一下臭不臭？哎呀，哎呀，光头佬，你敢打我？真的是
打了我兄弟，我还没说，你那天也敢打我？我打的不是你们，我打的是畜生，是教育你们怎么做人。你敢骂我畜生，你是不是找死？你这个光头佬也是一个窝囊废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就不相信你，今天撂不倒你。不相信你来呀、啊，还放马过来。我就不再跟你棍了，真的是。呀、啊啊啊！相信了吗？相信了啊？狠狠的打，知道错没有？是。哎呀，大哥怎么样？走啊！跑啊！让你跑。啊、既然我们打不过他，打周梦丽啊，今天我们就认倒霉，认输啊，就先推开他们那几个废物，到明天我们再收回来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马上还钱给他们。平时进去，我团长老师兄的。啊，来了。美女，你拿回去分给他们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们。这团长老很凶的，平时不怕他们，他们以后没有这个机会。在这里欺压百姓，今天他们两个人，我一定要亲自把他们两个人抓去派出所，让他受到应有的啊罪行。哎，千万不要啊！你送我们去派出所了吧？以后我们出来，你要搞到你鸡犬不宁，全家都灭了你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进了大牢，你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；人恶人怕，天不怕。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今天就是你们的报应来了，你们的好日子啊，已经到了尽头了。就算我们两个进去了，我外面的那些兄弟一样找你村长。你外面那些兄弟啊，我把你们两个人抓去，让派出所的人啊，让你们把那些兄弟全部供出来，一网打尽。那啊，我们也帮忙的，好，我们也帮忙，一起送上去。啊，你们去做一个证，把他们抓去派出所里面去，让他们吃免费的馒头。好，好，你搞得起来啊！打我，还打我，整天打我，光头。哎呀，行了没有？哎，行了，行了。磨磨唧唧的啊，半天都没弄啊。行了，老板。行了就吧。哎，跟你换好这个轮胎，800块钱。行了就走吧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上车啊？那弄好了，我不上车干嘛？赶紧把你的工具收掉。800块钱呢、啊？什么？换一个轮胎800块钱？你都不打听打听一下啊？我叫人来修我的车，什么时候用给过钱呢？我就不管你叫谁来修，但是你叫我上门服务的话，我就要800块钱换那个轮胎。我找你来帮我修车啊，是给你面子了。哎呀，这老板一讲讲道理，我不用你给面子。就是800块钱的人工费还有成本费，讲道理是吗？是啊，讲道理，讲道理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打你的算清了，给我滚！我们这是血汗钱呐、啊，你就不要刁难我们修车妹了。是你不懂规矩，还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就是修车给钱，天经地义。我说的就是规矩，啊？你说的就是规矩啊？那我问你，你去吃饭要不要给钱？你又说对了哇！我吃饭真的从来都不给钱的、啊，买东西也不要给钱吗？也不给够啊！你买东西也不给钱，修车不给钱，吃饭不给钱，难道你真的是那个恶霸来的？现在知道了，那你还不管？我就替天行道来治一治你，你这种恶霸！哎呀，你还替天行道？你这个毛线，这个毛线！行了，你再打我就还手了。营养不良的样子啊！你凭什么？我怕你，我怕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不给钱是吗？我马上打电话报警。哎呀，还要用我的手机？报警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越来越得理不饶人。行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种恶霸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马上滚。我滚啊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给钱。不管老师就不客气了。还不客气啊？来呀、啊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行啊，既然你喜欢。啊！我就给点颜色你看看，这种恶霸，今天就陪你玩两下，吃霸王餐是吧？不要对我指手画脚的啊！对我指手的画脚的人，没有好下场。我就指你了，你这个畜生！行，
今天老子就叫你吃公款刀就走。谁啊？来啊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是替上天来教育你，替你爹来教育你，还有替你娘来教育你这种恶霸。你有什么资格教什么啊？你是老几？就凭你修车不给钱，我就要打你，我就跟你拼到底了。行啊，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，老子就不是男人。我不把你啊打到落花流水，我也不是女人。行，小飞啊。怕了吧？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啊！呸！给钱没有？这男人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你是专门用来欺负女人啊！老子今天啊，就欺负定了你，你要怎么样？就算你有三头六臂，今天老子也要好好给你长长记性。还口口声声称老子，你也配？老子啊，就好好跟你上一课。老子老子行啊，你这个狗眼看人低，我就治一治你。我不治你的话啊，上天就会治你啊。还治我啊？怕了就给钱。老子今天啊，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啊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还要嚣张是吗？还不服气是吗？你敢得罪老师啊啊，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还恐吓我啊？你以为我是被吓大了吗？我怕你吗？还叫人来修理我啊？行了，我不是在恐吓你啊，以后你到时候你会后悔。后悔吗？我现在我就让你后悔。给钱没有？行了行了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的身手如此了得。这样吧，啊，要不然以后就跟我混啊。跟你混啊？就不要干这种又脏又累的啊这种活了，保你吃香喝辣的，说少了一年也能赚到个几十万。行啊，跟你混啊？还想要我跟你同流合污啊？还想要我跟你一起欺压百姓啊？我这个拳头来告诉你，我跟你混。我跟你混啊啊！你以为你当我是什么人？虽然说我穷，但是我有骨气。我靠我双手啊，去劳动赚钱啊！你专门靠欺压百姓赚钱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良心啊是黑的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老子不是进嘴啊啊，放着这么好的身手啊，赚大钱不掉，偏偏要干这种啊又脏又累的。我干的是良心钱，我不会做的对不起百姓之事。像你这种欺压百姓，不拿钱马上拉你去警察局里面去。行了行了啊，老师今天就啊是认倒霉了啊，好汉不值眼前亏。多少钱？老子大把钱。800块。有钱都不敢啊，当我是什么人？欺负人、吃霸王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教一教你怎么样做人啊。人善人欺这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你看苍天饶过谁？行了啊啊，钱给你了，百姓钱都给你了，还、哎、有完没完呢？钱给我就行了吗？不用，不会要学会做人了吗？啊，以后还去其他地方吃霸王餐吗？行了，还敢吗？遇到你啊，我算是啊知道了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了啊，以后。啊，我该给的我都会给了，行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该给的就给，这是最做人最基本的道理，懂不懂？做人要好好做，做个有良心、有素质、有文明的人，不要靠欺压百姓赚来的钱呐、啊！哈、啊，赚来的钱是不干净的，懂不懂？行了行了，这人狂必有祸，天狂必有雨啊！今天你算是遇到我，遇到另外一个人呐、啊，把你的狗腿都打断你的。行了啊，比我老妈还要啰嗦，走。行了。你好自为之回去啊！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吃霸王餐的话，你那从、哎、打断你的。行了行了，真是的。你啊，干什么的？我的啊，见了，配合我们，跟我们走。人贩子啊！哦。
哎呦，对不起啊，美女啊，啊，对不起啊。小我呢？去哪里呀、啊？又还没有到上班时候。哎呀，怎么还有一个学子？哎呀，奇怪了！哎呀，不对劲，赶紧上去去看一下去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怎么？跑那么快干嘛？哎呀，赶送去医院啊！我老婆这个病情，干嘛？这个学子不是你老婆的吗？啊，不是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是是是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啊。真的是你老婆啊？没事的。你让我给我看一下先。不要看啊，那个传染给你就麻烦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喂喂喂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我也是我们那个保安小暖。是怎么的啊？哎呦，原来你们就是人贩子啊！对呀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既然你看见了，啊，最好你不要管，马上管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啊！你们明目张胆的把我们的保安都抓走了。烟刀自己送下门，那我们就来个买一送一，可以把它拿下。哎呦，窝囊废！算的话，我来。算的话，安静。窝囊废！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马上滚开！我还不跟你计较，如果你拦我财路，等要我让你好看。你叫我滚啊，有可能吗？你知道吗？他是我的同事啊，你连同事保安都抓走了。行，既然你给也不要脸，老子今天啊，刚才说的啊，买一送一，连你一起抓了。我跟你说，实现的话啊，同案自首，或许那个法律啊会重新判决。不理解，别讲那废话，兄弟。哎呀，真的是无法难容了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。教训我啊？就凭你，我看你啊，小胳膊小腿的啊，你们就穿这身衣服，你就是老虎了吗？你就是一啊，病猫，纸老虎。哎呀，还瞧不起我啊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我就让你好看，吃不完兜着走。行啊，那老师今天就领教领教啊！啊啊啊啊呀啊啊呀！哎呀，啊啊啊啊、服了吧，怕了吧？哎哎呦，怕了你就好好自首，啊？自首啊？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啊？你说叫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还死不知悔改，啊？还这么嘴硬，这么嚣张的？你现在滚开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如果你再啊纠缠不清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机会你也不要机会。那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少啰嗦，今天必须把你一起加油！嘿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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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想把我抓走啊？你不是我！哎呀，呀，呀，啊！你敢不敢？啊！服了没有？啊！哎呦，像你这种社会的毒瘤，你是个败类！要命啊！要命啊！今天啊，一定要将你们铲除，一绝后患！哎，小董，坐那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你呢？你被偷袭了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人质都跑了，快起来，把那个人，快把那个人控制他！抓，你遭到人贩子的控制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哎，快呀！哎，跑跑跑！行了，啊。想不到你还有几下子，是不是？把他抓过来，有几下子？我跟你说，小暖呐、啊，你被人贩子偷袭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刚刚是他拿个袋子来勒我，结果我在打他的时候，肯定就是他在后面偷袭我。今天叫你找人啊啊啊！干、啊、嘛、啊啊啊、还嚣张？你们这些人贩子啊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真的是，还别打！住手！今天就是把你们打惨打废，也解除不了我们心中的恨，就是。你们不要太得意啊！今天我们只是两个人出来，稍微多一个人啊，你们早就被我们抓走了。原来你们背后还有团伙，说出来吓死你啊！我们随便都有几百号人的。哦哟，今天呢，你们算是日子到尽了。我告诉你，实现的啊，就乖乖的放了我们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要不要改天我那兄弟啊？打了你满两个啊，扎
报应啊！到时候啊，你们就后悔。让我们放了你啊，放了你们两个人啊，啊，就是放虎归山。我们不把你们这种人贩子铲除掉啊，啊，我们还算是个人吗、啊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因为多少的人的家庭，因为你们这种人贩子害的啊，有多少人的家庭家破人亡，以泪洗脸。行的，今天啊，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你最好啊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告诉你们，像你们这种人贩子啊，今天要你们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别打了，不跑了，栽赃到我们手上，还想跑？你们呢？想一想，还有机会让你们得逞吗？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？遇上你们两个死三八，我们的首领，你还想跑啊？啊，门都没有！告诉你们，必须要让你们受到法律的严惩。你们背后还有多少团伙？将你们那些团伙啊，一网打尽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们胆敢啊得罪我们，如果不放我们，今天晚上我们老大看不到我们回来啊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还这么嚣张，这么狂的，我们现在就不要放你们了！你们以后没有这种机会来啊，来做事了！像你们这种做这种啊作恶多端的啊，让你们呢、啊、吃免费的馒头，这一辈子都